路口吃是吧？都着拉冰箱的，嗯，大量不是好吃吗？羊肉干那也能盖上来了。来，尝尝杏干、罐头，好不好吃？小时候这个杏仁都怎么吃啊？我这么摘下来，洗洗，这么拿着吃吧。这么着聊天都怪了，这么着放山场，放哪里？做这个。